你想跟我男朋友说什么？哦，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没听清楚。听清楚了吗？郑董这么抓着 TL 的续约不放，让我猜猜啊，难道是他们的 BD 总监 Peter 许给你们什么好处了吗？高凡，你没有证据，不要血口喷人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啊？有人向我匿名举报，说郑董和雷总接受了 Peter 昂贵的礼物，所以才会在这儿不遗余力的争取续约的机会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不早了，去睡吧。嗯。雷克森向来对品牌合同啊都不感兴趣，怎么突然对招商如此感兴趣？他不是对招商感兴趣，他只是对 TL。 前两天我跟别的品牌没有续约，他没有问过一个字。好，让他进来的时候门口放了信封。嗯。哦，说到雷克森，他既然突然关心起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，这里边一定有猫腻啊。他会不会收了人家好处啊？你笑什么？老郑，你看看吧，现在照片作假不太容易了。如果我是在胡说八道，一定可以有证据查出来。但是我相信，既然有人匿名举报，那他们手上一定会有更多的证据。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属实，我可以建议你去报警，把这个诽谤的人找出来。跟郑董说什么来着？集团用人最讲究的是人品，是吧？老郑，你给我来一趟我办公室。丁宁，高文，你们行啊。我全胜。什么时候收到这举报材料的？秘密。到底谁给的？吃什么？吃顿大餐。那就来个庆功宴吧，大家辛苦了。好啊。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谢谢丁总，谢谢丁飞。来，干杯。谢谢，谢谢丁总，我不跟你碰。辛苦了。你们喝啊。我要先敬丁总一个，万丽今天能够超出预期完成目标，全部都是您的功劳。你向来都会说话开庭，谢谢。妈脾气，你说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，非颠颠的跑过来，丢脸。光喝酒多没意思啊，咱们玩个游戏吧。好啊，我知道一个游戏，很烧脑，特别好玩。这个好猜吧？嗯。哼，这游戏烧脑。这游戏好玩吗？哇，厉害厉害，演的还行啊你啊！来下一组。我跟丁总。我不玩游戏，我不玩。丁总。丁总。
赏个脸呗。丁总，我问你问我，你问我。是丁总，丁总，丁总，起哄啊，起哄！你这，丁总，要不一起玩？三个人怎么玩啊？丁总比我们两个猜。螺蛳粉，市容器，睡懒觉，发脾气，工作狂，不服输。你怎么平时和 Cassie 搞暧昧吗？怎么和管总那么默契？丁总，你能不能描述的详细一点？这样我怎么猜啊？那为什么他能猜出来？喜欢你。我们老大是不是跟丁总在一起了？这两回合的太好了。丁总，能不能见你五分钟？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你想跟我男朋友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没听清楚。听清楚了吗？